豆腐、烧鸡丁锅呀，你就像老弟这样做，入味下饭又好吃。准备2块5毛钱的卤水大豆腐，改刀切成小块，再来把鸡丁锅洗净去干，撕成小朵，再来一把不花钱的韭菜洗干净，给它切成寸段。锅中水开，放入卤水大豆腐，小火煮2分钟，去除豆腥味，煮好给它捞出。起锅烧油，葱蒜干辣椒节爆锅，家常菜少来点十三香，爆香这小味儿当啷就起来了。来勺郫县豆瓣酱，小火炒出红油，加入开水，放入烫好的大豆腐、金针菇，加盐鸡精调味，来点蚝油、酱油，小火烧2分钟，让豆腐和金针菇更加入味，最后再撒入韭菜段，给它翻炒均匀。家常菜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入味下饭又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家常菜，给老弟留个爱心再走呗，感谢大家。